那我们这边就是在商学院今晚的商学院主题当中，我们迎来的是第二场 Neoma versus 哦，的吴老师，他是 Neoma 的 Admission Officer，那他今天啊，会，哎，有吗？那我们就请吴老师为我们介绍 Neoma versus 国，那我们最后也会有一个问答的环节，再请老师帮我们回答同学的问题，这样子好吗？好的，那我们就现在开始，虽然比预计的时间好像提前了一点点，没关系，如果等下有同学新加入进来，我们随时都欢迎。那首先很高兴今天在这边跟大家连线，以线上的方式给大家做一个学校和项目的介绍。那么我是作为负责这个东南亚地区国际招生的负责人。我姓吴。那今天的介绍的主题呢，是主要是给大家一个有一个背景的宏观的介绍，就是在法国学习商科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尤其是在我们英语授课的项目当中的学习是一个怎样的体验。那同时也会介绍一些基础的在法国留学的整体的大的环境，尤其是 Neoma Business School，我们中文叫做诺欧商学院，是一个怎么样的学校，以及我们有哪些区别于其他商学院的优势，还有我们提供哪些项目。最后会介绍大家这个申请的流程和一些细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那么首先呢，我想从一个比较宏观的方面来说一下，为什么选择来法国留学？可能基于前面的一些大家自己的一些搜索或者是介绍，大家有所基础的了解。那法国作为一个西欧的一个主要的经济体，它一直以来是吸引外资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地。连续2年，就是去年和前年，法国都是在欧洲来讲是最吸引外商投资的一个国家。那么这在另一个侧面也说明，就是法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商业的环境包括商科的学习也是如此。那么它是全世界第五大的经济实体这个方面的实力不容小觑。在法国学习除了一些就是传统的这个综合性大学有很多法语授课的项目以外呢，现在越来越多的学校，包括商学院、工程师学院，有非常多的英语授课的项目。那么大家不需要掌握熟悉的法语来这边留学，参加我们全英文授课的项目就可以。同时在法国留学期间呢，又可以学习法语作为第二甚至第三门外语，那在之后就业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优势。而且法国尤其是像巴黎，也是非常受国际学生欢迎的一个留学目的地。那么在法国学习的过程当中呢，除了学习上的体验，更多的是一个生活和文化上的体验。大家知道这个法语的这个生活方式，这个语言的美丽的地方还有很多可以探索的，这个旅游景点、文化场所、名胜古迹等等，都是大家在法国留学期间，甚至是拓展到整个欧洲，都是可以去慢慢的开发和尽情的探索的一个方面。那在法国学习完成之后呢，这边也有非常宽松的政策，可以让大家留下来找工作也好，或者是自己创业也好，法国在科技等方面，在创新创业环境方面是有着非常宽松和这个开放的一个氛围，可以吸引大家在完成学习之后继续留下来发展。好，那这是一个法国总体的情况。接下来呢，涉及到 Neoma 商学院这部分呢，首先，如果大家之前没有听说过我们是一个有着150年历史的一个老的商校，刚好2天前是我们学校150年的这个生日，所以也有一个庆祝的活动，而且非常
荣幸的是告诉大家，我们今年在巴黎有一个全新的校区开放。那么刚好前两天也是巴黎校区的一个落成和揭幕的一个仪式，包括巴黎的市长等等都来参加了这样一个活动。所以作为一个这样的百年的老校呢，我们有非常好的这个资源和这个教学的传统，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教学的质量和这个学习的环境，我们都是尽量提供最好的条件给大家。那么如果大家知道这个国际商科的领域有着三个商科认证，包括美国的 ASSB、 欧洲的 EQUIS 和针对 MBA 项目的叫 EMBA， 那全世界也只有 1% 的高等教育机构有这三个商科认证。那么我们很荣幸是大概在这100所左右的教育机构当中的一员，这同时也是对大家来我们这边学习的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质量的很好的保证。而且我们的所有的项目呢，都是得到法国教育部的一个认可的，包括一年制的硕士、两年制的硕士都是如此。那接下来呢，大家看到的是我们校园和城市的一个面貌。我们在法国有三个校区，在巴黎有新的一个校址，那么在诺曼底的鲁昂和东部香槟省的兰斯有另外两个校区。那么这两个城市离巴黎的距离都非常近，交通非常的便捷，只需要一个多小时的火车，大概90分钟的车程就可以到达。所以大家比如说周末要想探索巴黎的一些活动，或者是在实习就业的时候需要去那边寻找一些机会，是非常方便的。那这两所城市虽然不大，但是有非常宜人的一个生活氛围。比如说诺曼底是这个印象派的发源地，那么距离海边乘火车也就是大概1个小时的车程。在香槟省的兰斯呢，它是这个整个世界上盛产香槟的一个地方，那么有非常多的这个酒庄啊，那同时也有非常盛名的像兰斯大教堂，法国历届这个国王被冠冕的一个地方。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在线上进行一个参观的话，可以扫这个二维码，会有一个 virtual campus。 那这里大家看到的就是非常新出炉的，就是我们刚刚开幕的巴黎校区的一个面貌的展示。大家会看到这个从教室可以看到埃菲尔铁塔，非常宜人的一个城市面貌。那包括校区的这个教室的硬件和这个设施环境都是就是全部都是崭新的。那不管是参与到我们的大学四年的项目，或者是个别的硕士项目当中，都有机会在这个全新的巴黎校区学习。那具体到学校的一个概况呢，我们看到一些基本的数字。那我们作为一个独立的商学院，我们的学生规模非常可观，有将近10000名学生包括学位学生和交换学生，有大概30%的国际生来自于100多个国家。那学校的教师队伍也是非常有实力的，包括这个全日制的这个教授来自39个不同的国籍70%的教授都是有一个国际化的背景。那在这个学术教授之外呢，我们还聘请了非常多的业界教授，他们是来自企业的经理人或者是 CEO。 那他们从我们课程的项目设计到教学的环节到这个面试的各个步骤都有他们的参与。那这样的一个优势呢，就是把很多企业界第一手的资源和信息，以及这个业界的操作的一些案例都带入到我们的项目和课堂教学当中。所以大家学到的东西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内容，不光是纯理论的学习，这是一个在法国商学院学习的一个特点。那具体到学校的排名呢，我们看到就是在最有权威的这个金融时报的排名，包括 QS 的这个排名当中，我们比如说两年制的这个硕士项目 Master in Management 排在法国第5位，全球是28位。那么作为一个商学院来讲，我们是在 Financial Times 里面排在第8位的位置。
具体到一个 finance 的项目作为例子来讲，我们的这个硕士也是排在被 QS 排在法国第七位，全球第21位这样一个位置，所以这是给大家一个例子，帮助大家横向的去比较我们和其他的法国商学院相比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那我想从三个具体的方面来概括一下我们和其他法国商学院相比的主要的优势在哪里。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全球的这个网络，包括校友的网络，基于我们150年的悠久的历史，我们的校友是遍布在世界各地的。那它这个规模在法国商学院里面是排在第四位。大家可能有时候容易忽视掉校友的资源这一块，但是在帮助大家就业和职场的发展提升方面，校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那除了校友网络以外呢，我们有非常多的学术伙伴，在全世界50多个国家有将近400所合作院校，而且他们都是大部分都是有这个商科认证的学校。比如说我们列出来一些台湾的我们的合作的大学，包括这个台湾大学、中正大学等等、政治大学等等，都是非常好的学校。那通过我们的项目学习，大学的项目也好，或者硕士的项目也好，大家有机会去这些合作院校进行海外交换，或者是去念他们的这个双学位项目，所以这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块资源能够提供给大家。最后是我们的企业合作伙伴，在将近1000多所核心的企业伙伴当中呢，有一些是我们硕士项目的官方的合作方，比如说我们的奢侈品管理项目 Prada 就是我们的官方合作，在我们的这个创新和创业的项目当中KPMG 这个咨询公司也是我们的合作伙伴，所以他们在项目的教学，比如说提供给我们一些真实的案例的分享，一些可学生可以实际去应用的一些项目小组的作业，或者是在实习就业方面等等，都给我们非常大的帮助，也是大家可以利用的一个重要的资源。那接下来我们学校做的比较好的一块就是在这个创新和创业方面，我们每一个校区都有一个企业孵化器，然后一共还有两个企业就是叫做项目加速器。那么对于有志向自己创业，或者是有一些是有家族企业经营的这样的背景的同学呢，通过这些企业孵化器的支持，可以去从零开始去创建一个项目，可以去了解怎么样作为一个新的这个创业者能够从撰写项目报告，甚至到最后吸引项目投资人等等各个方面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创业的过程。那有一个排名最近在法国的商学院的排名当中呢，我们是仅次于 HEC 之后，就是在创新创业方面做的最好，就是我们的毕业生当中人数创业的人数是在法国所有商校毕业生当中第二多的，在这个排名当中，所以由此可见他们在这方面可以得到真的很多的学校的支持。接着就是说假如你的志向不是自己创建一个公司，但是在一些大的公司当中作为一些内部的创新的这样一些的操作来讲，我们也非常多的同学在这种高新科技型的企业，比如说这个四大，我们说有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那在这些四大公司当中就业的人数呢，我们 NUMA 的学生是排在第四位，就是按这个规模来讲。那在一些这个创新创业的活动当中，比如说巴黎以前每年都有这个叫 Viva Technology 的一个展会当中呢，我们的学生也有这样子珍贵的机会和总统先生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去展现自己在这方面做出的一些成绩。所以这些例子都是告诉大家，如果真的有志向在这方面发展，我们可以获得什么样的支持。那这里想着重给大家介绍一个我们学校非常独特的叫做创新无国界的一个项目。不同于其他的学校的交换项目仅仅是去学习一个课程，那这个项目当中呢，大家可以去到海外的合作伙伴院校，去他们的企业孵化器当中进行一些项目的操作，或者是创业的实践。
在我们四年制的 Global BBA 项目当中，或者是两年制的硕士管理学硕士 MIM 项目当中，以及我们独立的叫做创新和创业的这个 MSC 项目当中，都有机会去到这个项目里面。那另外一个比较独特的轨道呢，是我们叫做这个Bridge and UC Berkeley 和这个美国硅谷有一些合作的机会。那通过一整年的项目的体验呢，大家可以在巴黎的这个企业孵化器当中先进行一些体验，然后去到美国一个学期参加一些课程，最后还有机会留在硅谷的这个 School Lab 这样一个机构当中进行一些真的创业的操作。那么这个一年制的项目呢，在我们的两年制 MIM 以及我们第四年的 Global BBA 本科项目当中都有机会去体验，这是另外一个方面。最后想说一点，就是我们在这个学生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给大家提供了支持。我们学校作为一个digital 就是数据创新的这一个领导者，我们是欧洲第一所开放和开发这个100%线上学校的一个组织。那么通过这个 Virtual Campus 呢，大家可以和所有的世界各地的学生，尤其是在这个疫情期间，如果需要在家线上授课，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和教师和学校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我们甚至组织了一些像这个虚拟的线上音乐会等等这样的活动，去丰富大家的这个学习的生活。那么除此以外呢，我们在教学当中也运用了很多新的高科技的手段。那比如说图片上看到的，或者我这边手上给大家展示的，像这个 Virtual Reality VR 的这些技术和这些工具都会用到大家的课堂的教学当中。那除此以外呢，我们也提供了非常有力的这个职业辅导的这样的一个帮助。我们有每个校区有这个 Career Service 的团队去帮助大家进行，如果有需要的话，大家可以去约谈一对一的访谈，包括从怎么样准备简历到怎么样进行面试和去设计自己的职业轨迹方向等等，去帮助大家提升自己的就业能力。那我们的这个求职服务团队呢，他们每年组织非常多的讲座、线上的招聘会，或者是帮助大家寻找实习就业的机会。我们有一个内部的网站，每年有发布90,000多条求职就业的信息，那么大家可以从当中去寻找自己适合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发展的机会。这是这个学生服务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最后就是再提一下，在学校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作为一个国际学生可以享受到哪些服务。大家可能听说过这个法国高教署的这个叫做 Bienvenue en France， 就是法国欢迎你的这样一个服务的认证。那么它是对所有学校的这个国际学生服务的一个认可，我们也是得到了三星级的这样一个最高的一个认可。那么学生可以从申请的流程到行前的准备、签证的这些服务，以及申请学校的这个住宿的宿舍，不管是集中的住宿也好，或者是我们也有一对一的把大家和房东直接能够对接起来的这样一个租房平台，就是帮助大家寻找很便利的这个服务和资源。那我们每年也有欢迎新生的这个 Welcome Day， 就是让大家认识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学生，去帮助大家在法国有一个更舒适的一个学习和生活的环境，这是一个方面。那在学校学习期间呢，大家还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社团组织，我们有90多个学生社团，涉及到艺术啊、体育啊、
就是包括文化呀等等各个不同的领域。那每年他们组织非常多的学生社团活动，学校也给予了非常大的资金的支持，有300多万欧元每年的经费去支持他们的活动。所以大家可以期待来到 NEOMA 学习的过程当中，可以充分的享受这些服务和资源。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进入到项目的一些介绍当中。首先是4年制的大学的项目我们有两个全英文授课的项目可以供大家选择，一个是叫 Global BBA。那它是一个4年制单学位的一个本科项目，大家可以全英文的进行学习，也可以说第一年用法语授课，后面用英文授课。那大家可以选择第一年在巴黎校区或者是其他两个校区学习，第二年的时候呢，大家有机会去我们175个交换院校合作院校当中进行6个月或者是12个月的海外交换。那交换回来以后呢，接着进行后面2年的学习，其中也有一些特别的轨道可以供大家选择，比如说我们有这个社团的轨道，大家有机会作为一个社团的管理者去进行一些管理的实践、团队的合作等等。那或者是进入到我们这个创新创业的轨道，比如说参加到前面的这个创新创业无国界的交换项目当中。或者是进行这种半工半读的学习，因为法国的政策是允许学生一边在企业的资助下进行工作，同时在进行学校的学习，是每隔几个月这样交替的进行。这种情况下就可以缓解大家一些经济上的负担，因为企业会资助大家的学费。所以这也是获得实践经验的一个重要的途径。那么我们这个项目下面有各种各样的选择给到大家，这是我们这个 Global BBA 的项目。接下来呢，大家看到的这个叫 CSAM 的项目呢，它是一个双学位的项目。它的优势呢，是大家可以在法国学习2年，前面2年在我们的巴黎校区或者是兰斯校区学习，后面2年呢，可以根据大家的选择去到我们位于13个国家的18个交换院校、合作院校进行双学位的学习。那么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具体有哪些国家，包括北美、包括欧洲、亚洲。那后面2年呢，大家可以选择去一些学校的全英文授课，也可以在前面2年的时候就学习这个交换院校，它这个当地的语言，包括甚至是日语啊、西班牙语呀、德语啊等等，那都有机会在获得一个海外双学位的同时，也额外再学习一门第三外语。所以这是这个项目能够带给大家的4年内的学习，在2个不同的国家学习不同的语言，获得2个大学的学位。而且最有优势的呢，是大家即便是去美国学习2年，那大家所缴纳的学费也是只用缴纳我们 NEOMA 这边1份的学费，而获得这个双重的体验。最后这个项目它是一个涵盖本科和硕士阶段的一个5年制的项目。那这个项目可能需要大家有一定法语语言的基础，因为在第一年和主要是第一年的在法国的学习过程当中呢，有极少数的课程是法语授课的，但是大部分是英语。那它的名字呢，是在创新，在这个数据创新、数据管理的方面。如果大家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话，可以只参加我们后面硕士阶段的2年，获得我们的这个硕士学位。那如果是高中刚毕业的话，也可以是学习这个整个项目5年制的这个学制，获得一个硕士同等的学位。那这个项目如果大家只参加我们后面硕士阶段的2年制的学习呢，第一年可以在法国学习，那包括第二个学期在我们10个欧洲和北美的院校进行一个海外交换。到了第二年的硕士阶段呢，大家可以选择一个海外的双学位，或者是选择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创新创业的这个项目，它是和美国 UC Berkeley 合作的。那这样的话，在2年内也是可以拿到2个硕士学位，包括一个海外学习的经历，比如说在上海或者是在墨尔本。
嗯，这是这个叫做 TEMA 的一个创新的项目。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比较传统的，大家可能已经有所了解的，叫做 MIM 这个 Master in Management 项目。那我们学校的这个 MIM 项目呢，前面已经提到它的排名是 Financial Times 排在去年的排名在法国第五位。那它本身就是一个双硕士的一个项目，大家第一年除了学习这个基础的上课课程之外呢，也可以选择一个特殊的轨道，比如说 CFA 的这个轨道。或者是这个 risk management 的一个轨道。那如果大家对这两个finance 的领域没有特别大的兴趣呢，第一年就是学习基础的商科，那第二年呢再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这个专业。我们自己 Neoma 有15个 MSc 的项目供大家选择，我们后面会列出来具体有哪些。那如果大家不喜欢我们 Neoma 自己提供给大家的这个专业领域，也可以去到我们海外的15个合作院校，在10个不同的国家去对方学习他们的一年制的硕士，拿他们的一个硕士学位。所以不管怎么样选择呢，大家在两年之内都是有机会获得两个硕士学位可能会在两个不同的国家学习，根据大家的选择。而且这个项目呢，我们也有机会进入到前面提到的这个创业无国界的这个交换项目当中，去到8个国家当中的一个合作院校进行一个学期的交换，或者是有机会把它从两年变成一个三年的硕士项目，在中间加入到一个我们叫做 gap year。 那大家不用额外缴纳多一年的学费，但是在这个 gap year 里面呢，可以选择去海外交换，或者是自己去额外的多做一个实习，积累更多的工作经验。所以这是这个项目比较灵活的一个地方。那刚才我们提到第二年在这个项目下面，我们可以选择 Neoma 自己的 MSc 项目。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所提供给大家的有四个领域的15个不同的 MSc 项目。当然，它一方面是作为 MIM 项目下面第二年的双学位，同时如果大家已经有了一个四年制的大学的学位的话，可以直接申请我们这个一年制的 MSc 项目，叫理学硕士的项目。那我们看到其中的有一些呢，它本身就是一个双硕士，比如说前面提到的奢侈品管理，Luxury International Luxury Management， 它和 Prada 是合作方。那大家在一年的学习当中，有在法国的一个学期，在意大利的一个学期，可以拿到两个硕士学位。这是一个选择。另外，在像这个叫做 Global Management 的项目当中呢，它不是必须的双学位，但是大家如果愿意，也可以在第二学期去这个都柏林或者是去德国的 ESB 商学院去选择性的修他们的一个硕士双学位。那不管怎么样选择，学费都是一个学位的这样的一个价格，那大家可以额外的多拿到一个硕士学位。那其中呢，我们看到有一些红色的颜色的项目呢，我们除了秋季的录取以外呢，还额外有一个明年一月份的录取。如果大家想要早一点的开始自己的硕士学习，并且对这些主要是标红色的项目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现在赶快提交你们的申请。我们的申请会开放到今年的10月底，所以在这个之前呢，对于这些列出来的有红色标记的项目，大家都有机会从明年春季开始进入到这个项目里去学习。这是给大家的一个选择。那接下来就是一个简单的项目结构，它在所有的我们一年制的 MSc 项目下都是这样一个共同的一个设计。我们会在十月份，如果是秋季入学的话，是十月份入学，有九个月的课程的集中的学习，接下来会有一个4到6个月的实习。那大家可以在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完成实习的这个要求，在实习的过程当中，有要大家准备和完成一个这个硕士论文，但是它是不是纯理论性的，而是偏实践性的一个硕士论文。
那大家可以根据不同的项目选择，或者是在巴黎校区，或者是在鲁昂或者兰斯校区。那我们其中前面提到有一些项目它是有官方的企业的合作伙伴的，比如说 Prada， 还有这个Tatanger 是一个香槟酒的奢侈品品牌，还有 KPMG 都是我们某一些项目的官方合作伙伴。这是我们一年制 MSC 项目的一个结构告诉给大家。那接下来如果大家好奇说自己适合哪样的项目，是一年制的硕士还是两年制的硕士，从这里根据大家自己的背景可以做一个筛选。总的来讲，如果大家有一个四年制的大学本科，可以进入到我们一年制的 MSC 项目当中。除了极个别项目，比如说像 finance 或者是像 marketing 的项目，对大家的背景有一些些要求，但是大部分项目的话呢，大家可以直接申请我们一年制的项目。可是如果你说我的专业背景完全不符合，也没有任何相关的实习经验，或者是我拿到的是一个三年制的本科大学的学位，那这种情况下呢，你既可以选择我们两年制的MIM 项目，也可以选择我们有两年制的 MSC 项目。就是在我们前面提到的一年制其实是15个月的项目之外，再额外的加上大概十个月的我们叫做 pre-master 的一个学习。那这样的话，在接近两年的学习之后呢，你可以获得或者是我们两年制的 MIM， 或者是我们一年制的这个 MSc 的硕士的学位。那么在申请的条件方面，我们简单的列了一下对英语的要求以及申请材料的要求。那申请的流程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我们有一个叫做Apply Neoma 的一个平台。我们目前开放的是1月份项目的申请，明年9月份10月份的项目呢，我们将在10月15号也就是下个月的月中开放这个平台的申请。那如果大家申请的早的话呢，在明年比如说一月份之内能够获得我们的录取，确认你的这个学生的注册，大家都有机会获得我们一个1000欧元的早鸟奖学金。那除此以外呢，对于条件特别好然后录取的也比较早的同学呢，我们还有机会申请，就是由学校帮你们提名的情况下呢，申请法国政府的奖学金，叫做埃菲尔奖学金。那这个申请的截止时间基本是在每个月的12月中下旬的时候，所以需要有志向的同学提早的准备你的申请材料。那申请的流程除了在我们平台注册以外呢，就是提交相关的材料的扫描件，或者是回答一些在线的这个问答，关于到你的申请动机，你的个人的个性优缺点等等，这些围绕你自己的一些方面的一些问题。那在材料审核通过之后呢，我们会邀请你参加面试，或者是以视频录制的方式，或者是以一对一这样和项目负责人面谈的方式。作为今天的一个小小的鼓励呢，如果同学们在参加完今天的介绍以后，在我们下个月平台开放以后提交你的申请，我们可以有机会免除你的申请费用。就是让大家记住这个叫 EFT2021 的这样一个代码，如果在提交申请的时候使用这个代码，就可以免除本科是80欧元，硕士是100欧元的一个申请费。所以希望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记住这个 code。 那右边大家看到的是我的联系方式，或者是 email 或者是用 line 的这个工具都可以联系到我。我要做的介绍大概就是这些，那接下来的时间我想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的，谢谢吴老师为我们做的很详尽的介绍。想请问一下，就是这边有同学对于刚刚提到跟 Prada 合作的 Luxury Manager Program， 他在课程上有没有就是因为跟 Prada 合作有可能比较不一样的比较特别之处？
首先呢，在一些课程的学习当中，我们可能会邀请这个公司的一些职业经理人来课堂上进行分享经验的分享，或者是以讲座的形式，或者是以案例的形式，或者是以项目的形式，就是进行一个融合。那也包括去公司参观的这样一些参访的活动，在他们公司有职位开放的情况下，如果有实习的机会，他们也会把这些申请的岗位都会开放给我们的同学。但是我们确实没有说保证说每年能够保证提供给大家一定数量的去 Prada 实习的这样的机会，还是要看他们每年公司的一个职位开放的情况和大家，因为每个同学的资质都不同。但是想补充一点的是，这个项目的话呢，它的学生的构成是区别于其他的项目而言是非常多元化的。我们对于每个国家或者国籍的同学会有一定的人数上的限制，所以不会出现一个班上一半都是中国学生或者是一半都是法国学生的这种情况。举个例子来讲，去年和前年我们这个项目下面，60个学生，我们每年固定招收的人数，30个是来自于我们，30个是来自于意大利的 MIP 这个学校，是我们的合作方。所以每年在60个同学里面呢，我们都有20多个不同的国籍的学生，所以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一个学习的环境。那每年学生找到的实习的机会也都非常好，比如说去年我们有一个台湾的学生，他最近就是在 Valentino 找到了一个实习的岗位。那他们班上的同学还有在像纪梵希等等大的这个奢侈品公司找到了很好的实习，这是一个实际的案例，实际的一个就业机会的分享。那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就是，前面如果我没有提到的话，就是我们学校在奢侈品这个行业的，因为多年积累的一个资源和优势，我们的学生每年在奢侈品行业实际就业的人数来讲，是在法国所有商学院里面是最多的，这是一个实际的数字。老师这我边有接个下方，来，对。有没有一个参考性的比例？比如说100%，可能一半，至少一半的同学会有真的就是进入奢侈品或是相关精品相关的产业。我们如果大家去我们的网站去点开这个项目，它有每年最真实的这个就业的数据的分享，倒是没有说所有的同学都是进大的奢侈品公司，因为有的一些小的新的行业或者新的，比如说法国的一些传统的，像我们这个Tête Rouge 这个香槟酒的品牌，它是一个家族企业的模式，所以在大家找实习的时候，也不是说所有的同学都志向于进大公司，也有一些同学是进了一些比较小的一些，但是同样是在奢侈品行业，比如说一些小众的奢侈品牌呀，或者是自甚至由品。是酒店管理呀，对对对，我们这个项目每年还有一个 study tour 是在巴黎，会帮助大家更近距离的接触巴黎的一些时尚品的行业。我们和巴黎的一个奢侈品的酒店也有合作关系，大家有机会，如果真的有志向的话，有机会进入到他们酒店去进行实习，我们会提供给大家这样的一些便利，这是这个项目的一个情况。了解。那我，想请问老师，就是同学在选修，比如说是以 MSC，然后MSC，然后是全英语授课的状况下，当然实习是必备的。那会建议他们多多少少都学一点法文，大对，概要到。我们会建议这样，因为怎么说呢，在法国就业的话，也看你自己想要志向去工作的一个领域是什么。最简单的来讲，比如说你去 finance 的，去这个金融的领域，可能
公司对你的法语没有太多的要求，因为很多的操作都是英文的，可能找起来会更容易一些。可是有一些专业领域呢，比如说像 marketing， 那它可能对语言的要求会相对高一些。如果你去的是一个老牌的法国的公司做这个 marketing 的工作，很难说你在一句法文都不会的情况下能够很顺利的找到这样的工作。所以它真的一个是要取决于你自己想要工作的领域和行业是什么，然后也看你是志向于在法国工作还是去欧洲其他的一些国家。但是就课程的学习过程来讲是全英文的，我们不需要你有任何的法语基础。在课程学习的过程当中，不管是本科还是硕士，我们会开放法语语言的课程给大家，一个学期至少是30个小时的法语语言学习。如果你真的是零基础，你通过我们开放的这个语言课程，你可以学基础的日常沟通的法语是没问题。可是要达到就业能够应付，最简单来讲能够应付面试的这样一个水平，可能你需要在来法国之前，可能比如说在台湾去一些语言学校至少学一些基础的这个 grammar 语法这一部分。那来到我们这边以后，因为每个项目里都会有法国同学，那你可以跟他们的日常交流沟通当中去强化你的听力也好，口语也好，那再加上额外的一些课程去加强你的语法。那这种情况下不是说没有可能在你毕业的时候能够有一个中级的法语的水平，这样的话找实习找工作会相对更容易一点。没错，我想如果有一点法语，至少有基础的法语能力的话，在校园的时候就可以开始累积你的人脉。我想会讲当地的语言跟当地的人交流的话是比较可能性比较好，也比较多机会，那我觉得对他们自己未来职涯都是会有帮助 的。老师有没有建议同学大概可以累积到哪一个 level？ 比如像大概到 B2 或者是 OK。如果来之前能够至少达到 A2 的这样一个水平，会觉得比较得心应手一些。因为来这边的过程当中，在课程学习过程当中，那也有一些实际案例是有些同学在完成硕士学习以后去这边的语言学校进行一个强化的语言学习，能够达到 B1 理想是 B2 的这样一个水平。在求职就业的过程当中，至少你能够应付一个全法语的面试，这种情况下你的就业的可能机会会更多一些，所以这是一个小小的建议。好的，我想比如说同学他可能从入学开始校园中有没有一些活动或者是学校提供的资源可以让同学开始累积他的人脉，还有他的一些以后可能对于他找实习啊或是毕业后找工作会有帮助的服务呢？对，这个问题很好，很有用。就是我们强调的是从大家入学的第一天，在我们这个 welcome day 的时候，求职就业服务的部门的老师就会去上台跟你讲你要怎么样从入学的第一天开始你就要有这样一个理念去规划自己的职业发展，去做准备包括利用学校的资源，这个求职服务的顾问去跟他们约一对一的面谈，参加他们线上的讲座或者一些 workshop， 然后在他们举行线上的一些招聘活动的时候去积极的参加。那另外一个我个人的经验是，就是在 networking 方面用这个 LinkedIn 这个平台是非常有用的一个资源包括你所有授课的老师，你能够认识到的同学他们的人际网络，你在这个 LinkedIn 上先通通把他们都加一遍。那在你求职服务求职找实习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有很多公司很多校友他都会在那上面去发布这个岗位。那同时你作为 NEOMA 的校友你加入到 NEOMA 这个 network 以后呢，在很多公司你去这个公司的这个 profile 下
面点开它某一个岗位的招聘的信息，你直接可以看到，比如说有100个 Neoma 的校友在这个公司工作，你再把这个点进去，你可以看到这100个校友的档案，他们的profile， 你可以给他们发私信去说，哎，比如说我是你的学弟学妹，我看到你们公司在招聘这个岗位，或者他正好就是这个部门的，你去跟他进行一些自己的引荐，或者是寻求一些经验，我相信这些校友都会非常乐意去帮助你们。所以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要告诉大家不是埋头去读书，在除此之外要多的参加校园的活动，或者是这个职场的一些群角这样的一些机会，拓宽自己的人脉，这样的话就业的时候会更容易一些。了解。我想 LinkedIn 应该就算是一个全球通用的平台。对对。我想不只是在法国，可能整个国际欧洲有很多的公司，他们都会透过 LinkedIn 去开缺。那在上面你也可以找到校友相关的连结跟资讯。那对于你可能你对于心中有几个目标的公司啊企业会在你准备他们的面试或是求职的过程中会有帮助。嗯，这是一个 很棒的建议，谢谢老师提出来。不知道老师在就是刚刚有提到一些申请需要的文件，那有没有需要比如说提交像 GMAT 或 GRE 的成绩呢？没有，但如果你有的话，你可以提交作为一个额外的录取的一个考量。但是我们所有的英语授课的项目，我们没有强制性的要求这样的分数。我们用英文的雅思或者是托福或者是多益的成绩都可以如果你想知道具体分数的话，我们我记得我这个前面有列出来，大概就是雅思 6.0 分，托福的话是83，多益要是800分的这样一个最基本的水平。那个别项目可能对英语比如说雅思的单科分数有一个要求，比如说 MIM Master in Management 要求雅思的单科的小分有 6.0， 那像这个 Luxury Marketing 的项目也是希望有这样一个单科的一个基本分数。而这个双硕士的国际奢侈品管理呢，是希望大家最好有雅思的总分 6.5 分以上，会被录取的机会会比较大，这是一个英语语言方面的要求。了解，等于像 GRE、GMAT 算是一个加分的条件。对对，就不是必须的。除此之外会不会有其他也算是加分的项目，比如说如果同学他有少许的工作经验呢，就是相关的产业工作经验。一个实际的录取的情况是，我们比如说你是一个学语言法学法语的一个大学专业，你去申请我们 luxury 的一个硕士，你没有相关的商科的背景，可是如果你有在某些公司甚至 marketing 部门实习的经历，那这个会作为你的一个加分。我们假如说有同学他完全是没有学过商科的课程，可是他有实习工作的经历，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会建议你再去读一个 pre-master year， 我们可能更多的直接会把你录取到我们一年制的 MSc 项目，这是确实是有一些加分的。了解。刚刚有提到就是有关于需要实习这部分，当然现在也许疫情就慢慢的全球都在一个减缓的状态当中，那如果当同学他入学，然后等到他要开始执行，他开始找实习要做的时候，因为疫情的关系没有办法就是确切的去做这一份完成这样子的实习工作的时候，会不会学校有些什么因应的政策呢？如果总的来讲，现在欧洲尤其是法国的疫情已经都在控制之内了，我们去年确实有很长一段的时间是在线上授课，可是今年九月份所有的高等院校包括我们都已经是在线下实体授课了。比如说我们九月初已经有非常多的同学返校，有这个像往年一样的那个开学的Welcome Day 都是在校园在正常的举行，课程也是。
那如果万一在无法预计的情况下又进行了封城，首先学习这一部分，课程学习这一部分，大家不需要太担心，因为积累了很多线上授课的经验，包括我们虚拟校园等等工具技术上的支持，会帮助大家有一个不是太差的学习的体验。当然跟面对面授课相比是不会那么完美，可是在这方面呢，我们有一定的经验和保障。那在实习这一部分，确实去年有受到影响，因为有些公司可能减少了一些实习的岗位。可是如果大家注意到的话，现在也有非常多的公司允许在家 线上办公，所以那很多实习的岗位它开放的时候其实就是包括了这样一个选择。大家即便举个例子来讲，如果人在台湾，但是找到了一份这样子允许在家远程办公的这样一个岗位的话，也是完全有可能在疫情下顺利的如期的完成实习的这一部分。所以这是一个实际的情况。当然我们的理想共同的愿望是不要再次出现像封城，在法国也好，在台湾也好，我也知道都是经历过这样一个痛苦的阶段。但是我们希望也有比较乐观的能够估计，包括现在疫苗已经普及的情况下，像法国已经普及到了75%左右，那很可能接下来年底又会再加强，比如说第三针疫苗去防止一个情况的恶化，那这些所有的都是对我们的国际学生开放的。所以理想的状况是不要再出现这种封城的情况。没错，我想那就是 pray for the world。对，其实就是这种全球性比较无可避免的情势的时候，不管是学校方或者是企业方，都会有相应的。对对对，我们就是看当下，都会互相配合，然后推出一定的对策来。最后再请问老师，刚刚我想对 luxury management， 应该蛮多同学都很有兴趣的。如果说同学他可能过往有一些兼职工作的经验，可能打工过，那他这样子的经历对于他在申请硕士学程的时候是会有帮助的吗？对，申请会有帮助，但是更大的帮助还是来自你在真的要去找工作的时候，你的简历上有过这一段相关的背景，那企业会更欢迎这样的人，申请人。当然不是说如果你一点背景都没有，从零开始你就没有胜算，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企业他也会看你在学校学习的表现啊，包括在我们硕士学习阶段，你也有机会，尤其是奢侈品这个专业里面有接触到一些实际的项目的情况，比如说我们有以这种把同学分成小组和一个企业对接，去完成企业一个真实的项目，比如说是 consulting 的项目或者是 marketing 的项目也好，那最后可能还要在企业的经理面前或者是这个高层管理人员面前去做一个 presentation， 要他们去评估你的项目的表现，那这些你都是可以放在你的简历里的，如果你之前没有这种经历。所以说经验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会尽最大的努力帮助大家在学习课程的时候去获得这样的经验，尤其是在奢侈品这个行业，所以不用太过于担心这一块。了解，进阶来说就是其实不管同学已经有怎么样的经历，不管是 part time 或者是 internship，或者说你只是上一些实习课程、研习课，对，我觉得最重要应该说在你的 application 里面你要写到说你的过往这些经历怎么样帮助你在入学后有就是进一步的表现，然后在未来进到这个产业能够有什么样的发展，我想这是在申请的时候很需要点出来的部分。是的，哪怕你完全没有经历，但是你能够展示出你对这个行业、对这一份未来的这个工作有着非常大的热情，哪怕是你周围的人身上看到的一些就是能够引发你对这方面的兴趣爱好的一些例子，你都可以写到你的申请里面，甚至是你的家人等等，就是比如说有些对这种法国的文化呀，对这个一些奢侈品牌呀，有一些特别的故事啊等等，你都可以写进去。了解，好的。
那这大概就是我们今天的所有的问题。那其实刚刚老师有留下他的联络方式，同学如果最后还有就是会后还有疑问的话，也都可以写信给吴老师。我想最后我看到还有一个没有回答的问题是关于if you are speaking English speaker about this importuner across border project, it's not mandatory. You can choose it if you want, either in the bachelor program or in our master program, either for a shorter period, just 6 months for exchange. We have 8 partners, or the special called Entrepreneur Bridge project with UC Berkeley in particular. So it's up to you, either for 6 months or 1 year, depends on your choice. So yeah, hope it's right. Helpful. Okay. I think it's already included in your presentation. That's why. So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tonight. 谢谢吴老师。忘记要补充祝 Neoma 生日快乐。谢谢，非常感谢。那最后我再把这个 email 放在这里，大家或者是用手机拍下来也好，尤其是这个 application fee waiver code， 希望大家记下它，会有一定的实质性的帮助。是，好，再次谢谢。Thank you. 希望今晚的两场讲座对于同学未来申请business school 的时候都会有帮助。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透过学校所留下的 email， 然后进行进一步的咨询跟联络。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的参与，也谢谢吴老师。Thank you. 谢谢。拜拜。谢谢你。Mm-hmm.